应该是你可以理解，你们毕业了，二高手，然后这个点，对，那个气球，先闭眼睛，把这个眼睛找到对那个气球，再上一点点。再上一点，我感觉你要那边卡。对，你要不要再往那边那个那边那边远，你往那边站着。在大陆的时候也会去这种游乐场啊，这种气球摊子去玩，就觉得很有意思。相比于我们平时训练啊比赛的射击项目，它可能会更有趣味性一些吧。嗯，也可以起到一个放松愉悦的这么一个效果，所以还是很开心的。嗯，在台湾就有工业，你看台湾的这个夜市文化就有趣。因为其实只是说在西门町稍微走了一走逛了一下，其实也有在西门町看到这个摊子，当时就很想玩，但是由于我们行程比较赶嘛，所以说就只是大概参观了一下，就觉得其实还蛮有趣的，而且夜市上面也很热闹，有很多年轻的朋友们都在一起逛街啊，吃东西啊，包括像我看有一家店它是站着吃的，有点特别像我们武汉那边一边走一边吃热干面这种。啊，我是第一名吗？我的队伍是第一名吗？我觉得很开心，而且我其实一直都特别喜欢这种娃娃，从小就喜欢嘛，所以能够拿到这么大的一个可爱的小玩具，大玩具，我真的特别开心。而且刚刚早上的时候，还有一位他送了我一个小的，所以说我今天刚刚又拿到了大的，我把一家都带回去了。那可能台湾学生打得准吧。也很准，就是其实这个原理特别简单，大多数人其实大概理解了之后就能够达到。嗯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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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